人说甄子丹是宇宙什么最高片酬，对众多明星来讲，您不才是最高片酬吗？没有，应该他是最高片酬的。你承认了？啊，对，他应该是宇宙最强的，还有最高片酬的人，应该是甄子丹。而家聽到話3500萬人民幣，你再同佢簽23,000，聽到你俾一個天價。當我哋講嗰個數，點解你覺得得咧？因為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會有佢嗰個價值喺度，即係每一個時段嘅身價。係啦，冇錯啦，即係甄子丹為例啦，佢奮鬥咗咁多年，係嘛？佢年青嘅時候更加打得啦，係嘛？即係起碼後生啲啦。點解要等40多歲等到葉問先紅？所以他紅了之後，這個機會是不是要珍惜，是不是要賺錢，這個是人之常情，或者我不用甄子丹，我用第二個做就未必成功。